吗？来这边好玩吗？海蒂，你今天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那请问你有没有挑战成功？有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七岁到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人扶。对，很厉害的。你呢？你今天有没有挑战成功？那我为了奖励你们两个，有小礼物。糖果。哎，不是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饼干。饼干。乖乖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想吃。不行，你先说谢谢。谢谢。吃完饭才能吃。好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妈妈。不客气，吃完饭才能吃，好吗？